阿蛇话阿台湾人友善啊嘛，咁我而家试下佢咧，睇下佢系咪真系咁友善咯、啊。平时冇乜嘢啊嘛，如果遇到我啲咁嘅麻烦人咧，吓咁啊点咧？我买珍珠奶茶。哎，你好。你好。啊，我想珍珠奶茶可以没有珍珠吗？你要奶茶就可以吗？哦，可以，只有卖奶茶。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如果只买珍珠可以吗？没有办法。哦，没有办法卖。因为我们现在不够，我们现在剩一点点而已。什么时候会又要多一点呢？可能要半个小时哦。我半个小时才有。半个小时哦，可以买一瓶。可以买这样一杯啦。一杯哦，一杯多少钱啊？正常的话10块差不多这样子。哦 ，OK OK， 整杯可以。哦，真系啊！我讲咁多嘢，佢都真系好有心咁答我噶吓。OK， 唔知道讲咩？我买一杯珍珠奶茶。珍珠奶茶。你杯有几奶茶给我的？啊？可以吗？那我现在卖光了，可以卖你10块。哦，好。谢谢，成功买到。虽然咧佢就初初就话唔卖俾我，但系咧见我诚意拳拳咧，佢都系忍唔住卖俾我。佢弟自己翻去冲奶茶。喂，佢睇表情几好噶喎、哦，你扮下佢嘅表情啊。佢成日都咁样噶，即系心有冇闹我就唔知道，我净系知佢嘅表情令我觉得好伤害咯。一间去前面睇下，加字啲咩想请问？你就问人哋个呢，即系个是不是火龙果啊？有知啊，你又唔识睇啊？跟住你又试下嗰啲林子，即系个是不是番茄啊？咁样会唔会觉得好白痴啊？觉得我自己唔会啊，你一好而家出发去全联，我系唔知道如何可以斋买珍珠啫，我今日先知道，我买珍珠咪就系之前条片用噶咯，道具嚟噶。我咧就唔系成日整蛊人嘅，我老婆最中意整蛊人嘅，尤其最中意整蛊我爸阿妈。又咧，我一只胶嘅假蟹咧，摆喺碟度咧，就话自己捉到系只真蟹。咁我爸好醒嘅，一望到咧，望多两眼咧就知唔系啦。有一次帮人放狗嘛，又话自己养咗只狗啊，搞到咧佢大为紧张，我都惊会隔言嘅嘛，认真你变输了嘛。咁所以咧，我老婆咧就最中意整蛊一啲咧认真嘅嘢啦。嗱，啱啱前面咧有啲嘢发生喎，唔知乜鬼嚟嘅喎，我系要拍嘢，要拍电视剧喎，佢好似人哋呢一部同我呢一部，呢、這个咧应该系台湾明星啦，系咪？拍得咁靓，嗱，大家影影，嗱，大家话俾我听呢个系边一个？哇，唔嚟唔识啊 ，OK， 讲数喎，我唔知拍咩，拍电视剧啊，或者拍电影我都唔知啦 ，OK， 啊，好鬼刺激个，原来真系好鬼真嘅做到。听日晏昼咧，我就带佢嚟呢度食嘢。食完嘢仲踩单车添，唔系踩水上单车。有水喎呢度。有买蕉？佢哋唔食噶喎。啊，呢、這个咪似番茄咯。人哋有写英文喺度噶，呢个似番茄。我而家试下咧，台湾人咧耐性喺边度？有执货嗰啲咯。你好。你好。这个番茄为什么那么硬呢？这个不是番茄啊。哦，这个不是番茄，这是什么？柿子。就全吃的。对，可以直接吃的。哦。好像是这个火龙果的，这个是释迦，这不是火龙果。嗯，对，火龙果是红色的。哦，这是不是白肉火龙果？这不是。好，谢谢。我呢啲咁低能嘅问题，即你明唔明？低能到我都唔想，我都唔敢。低能到咧，我都唔好意思开声。你仲问人哋系白色火龙果？我用咗好多嘅心力先可以将我呢句问题讲得到出嚟。我自己都嫌弃自己蠢啦，你明？阿佢又唔嫌弃我，你系吹我唔知啊 ？OK， 佢仲解释俾你听，火龙果唔系咁样食嘅，火龙果系红红地色嘅。OK， 我俾你激死嘅，咁样唔系好咧，我觉得个人，我人不能唔系好嘅啫，唔紧要啦，系咪？哇，呢个好得意啊，好得意呢个。下次买啲多肉食物咯，唔好，仲死鬼晒，唔啱你种啊，仲喺度卖杀身啊！你想？我今日咧就嚟试下屋企新开嘅一间 K
咖啡，我以为佢系卖咖喱，佢竟然同我讲系咖啡。点解你觉得人哋卖咖喱咧？人佢南洋风味料理，咁咪卖咖喱咯。黐线！佢可能真系卖咖喱咧。喂，卖咖喱嘅咖啡，你未嚟过啦啩？系咪啊？南洋风味料理，咁啊，除咗系食斋，咪除咗系食咖喱，仲有咩好讲咧吓？好香喎，真系，好香。呢度吓唔错啊，我中意呢度。你真系有咖喱，有冇讲少？咖喱叶奶油虾饭，我唔食虾。红豆粥喎、啊。芋泥系咯，你话梗系甜。一见到就好想嗌。喂、欸，后面仲有。咖啡嗱，人哋話咖啡嘛，佢唔好騙你嘅，真係有咖啡喺度。但唔得，我要食啲辣嘢喎，想我個樣咧，原來咧唔講你唔知喎。我喺香港時識啲泰國人咧，佢話我好似泰仔喎，我都覺得你似，其實唔係，我係似東南亞菲律賓啊嗰啲咁樣嘅。所以咧有陣時行過中環咧，中環好多好多菲律賓容女容噶嘛，成日眼望望啊，成日都同我打招呼。以為我係同鄉，個神韻咧喺曬嗰度啦，熱情啊嘛，係咪先？呢個先係重點，可能係。都係冇冬陰功嘅。喂，涼拌皮蛋咪正咯，我要啊！未開機已經食咗先啦，真係，你話幾好味？嗱，我試一試先，我剝鼻嚟，唔使驚。我老婆係唔剝蝦嘅，佢其實 suppose 係成隻食嘅。我試下好唔好食？試下好唔好食？你講俾我聽。嗱，食海鮮咧，最緊要咧係有鮮味。哎，我食一隻你睇下啦。唔好咧，痕你嘛。我唔怕，我試下啫。係啲質感。有啲近似蝦乾嘅香味，佢又揾啲油爆過嚟啦，所以好香。但係都好食啊！呢個160元啊！160。你喺香港有幾有咁多隻蝦？有幾多隻蝦？有。香港160元都食唔到蝦啦，傻啊你都。啊，真係幾好食喎！你啲痕鬼，算都係少少痕嘅已經。我係有少少對蝦有少少敏感嘅，我都試俾你睇。快啲啦！講咁多嘢飲啦。喝多兩口水就可以了。咁琴日就收到啲唔係咁開心嘅消息啊！佢今日咧特登出街咧食個飯咧，紀念下呢個壞消息，真係唔開心。收到嗰一下，不過冇辦法嚇，要發生嘅都要發生。都幾好嘅，沉澱完你會覺得係好嘅，係。所以咧，最緊要俾啲時間自己沉下澱。如果係以前咧？頂唔順嘅啦，應該嚇。你啫嘛，如果你冇我陪住，你會點啊？咁啊，今日唔係，你唔係同我一齊，可能你冇呢啲咁，你冇呢啲咁嘅經歷嘅。最好咁樣食，乜都齊曬，一啖車落去。哇，好有層次感啊！好嘅，食完啦，成身熱辣辣。翻屋企嗱 Q 噶啦，有回彈力噶喎 ，OK 嗱呢啲都食得啦，好清甜嘅香味，鈣咧係三倍嘅蘋果，磷咧亦都係佢三倍，不同凡響。咁果龍嘅心機都白費咗啦，仲要蝕好多錢添。即係我介紹啲網友咧，我梗係呢啲優惠噶嘛，係咪先？佢每個咧都500g以上噶啦，話果龍賺你好多，係運費貴咋 OK？ 但到時咧個季節過咗咧，我都唔知點幫你，所以咧就訂多啲。嗱呢度有我老婆下面阿珍嚴選嗰條 link。你就可以入到去咧，你就可以咧去訂購噶啦。你唔支持我唔緊要噶，你都支持下啲龍友啊，幫幫忙 ，OK。